我先，那个我刚刚这边有二哈，这边有二，这边有二，我漏掉了哈。你们那这边就有 DR2，DR2，你们自己补上去就好。对哈，好。那我们刚刚讨论的哈，我们刚刚讨论是基态哈，基态能量修正对哈。我们现在讨论是就第一个基化态。好，这学姐应该都知道哈，这 first 哈，第一个基化态哈。好，那基化态我们是哪两个状态？一个是这，啊，另外一个是二，然后 L M， 你们事实上是直接说 M 的话没有影响啊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还是把它怎么样，把它都全部算了哈。啊，那这样子情形我们有两种情形哈，啊，第一种情形自旋怎么样？自旋是反对称的，对不对哈？自旋反对称的话，轨道呢？轨道对称，这是第一种情形哈。啊，那第二种情形，轨道怎么样？轨道是对称，然后对起来，自旋对称，然后轨道要反对称。好，所以我们分成两种情形哈。啊，所以底下哈，我们看哈。这两个差别只是这是正号，这是负号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一起写了，好，我们用正负号一起写哈，所以我们就得到，好，所以我们的积分变，所以我们就 delta 一，对哈，啊，等于这个，对哈，我们积分变成这个哈 ，OK， 然后在那个上一节课，就是上星期那个。近视的时候，这个可以展开以后可以分成四项哈，那其中两项相等，另外两项相等，我们就得到一平方啊，然后有两项哈，对，一项是这啊，我这边直接正负号，我讲一次哈，原先有四项了哈，其中两项是跟这另外一项跟这一样，所以我那另外这边有两项，所以二跟二前面这二消掉了，所以这边剩下一而已哈。OK， 然后这也是，我 OK 哈。好，那你们书上是用这个符号哈？你们书上是用这个符号哈？啊，那后面这边是，啊，你说。第一项你们书上是用 JNL， 第二项是用 KNL，但你们书上是 M 等零啊，书上就考虑 M 等零。等一下我跟你们讲 M 等，我们来讨论一下 M 等零会发生什么情形啊。好，我再讲一次哈，这是你们书上用的符号。那书上用的时候是只有 M 等，只有取 M 等于零。好，那我在上一节课上跟你用的符号是这个，好，然后正负，这是我上一节在十三章哈，十三就是上星期四所上课所用的符号，好，那这是书上的符号，好，这个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这个，这样清楚吗？啊，好。那我们现在讨论哈 ，m 等于零 ，m 不等于零会发生什么情况了哈？好，我们先看这一项哈。我们把这个乘开了，这个乘上这个对的，这个跟这是对应这个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积分是什么积分？我写在左边哈。哦 ，KNL 这个项对不对哈？如果 m 不等于零。我们看会发生什么现象 ？M 不等于积分是这个积分哈，这边好 ，phi 一零零是 y 零零，这 d 哈 ，omega one， 好 ，phi 零零，对的，好。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样？是 y 多少？这是 theta one， 这多少 ？L m， 然后 theta one，
对不对哈？那另外一个呢？另外是 y， 啊，这是 y l m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这积分哈。你们看这积分是多少？只要 m 不等于零的话，对，这积分是零。好，这就是你们书上，这就你们书上讲的哈。你们书上讲说，如果 m 不等于零的话，这项是零了、啊。啊，所以书上就没有用了哈，就书上就是说，就讨论 m 不等于那个情形。对，好，你们知道这个怎么来的哈？就是这一项，这是 y 零零，对不对哈？那这个没，啊，对。但我们还要考虑这个，对不起，我还考虑一项是那个闪面旋那个，这个闪面旋来的，还记得我刚写的什么公式？我刚写什么公式？啊 ？y 好、哦，还有这一项，对，所以这边还有一个 l prime， 然后对哈，所以是哈，所以 l 可以不等于零，但 m 要等于零。其实哈，我们来看看这式子哈。这是告诉我们要必须要怎么样？这告诉我们说 ，l 必须等于 l prime， 对不对？好，那另外呢 ，m 要等 m prime。那我们再看看这边哈，这边是 m 跟，就是从这边我们看不出它必须要等于零的。那我们看看这式子哈，我们这展开式是这个哈。这个展开式我们得到那个后面 l prime 跟 m prime， 好，那这是原先的 y 一零零，这是二 lm， 这是二 lm， 这是一零零 ，OK， 你们来判断一下看 ，m 必须是不是一定要必须要等于零，才会不等于零？好，书上讲是说这一项会等于零啊。你们自己判断好不好？根据这个原则，跟 YLM 的特性了、啊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还是继续做下去了哈。我这边哈就是要讨论，就是说，我们看正号是对哪一个项？正号是对哪一种自旋状态？正号对哪一种自旋状态？是这个、正号在这里，自旋反对称。负号呢？负号是自旋对称，对，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说，自旋对称跟自旋反对称的话，它的能量是不一样的。这样清楚吗？这样你要不差多少？差两倍的这积分。对，书上讲一句话哈，我把它那个英文我把它写下来的哈。那我们来判断这句话哈。哦，这是你们在书上的第221页的所写的一段话。好，那我们来讨论这句话哈。好，220，你们看书上221页。对，这句话哈，这句话是在解释说为什么自旋。啊，书上是用这个符号的，这 T 哈 T 是 triplet 三态的，其实就是我写的怎么样？我写的自旋对称状态，对，好，我再讲一次哈。书上讲这句话哈，书上在讲这句话是在说明为什么哈，在这个自旋这个状态下，这边是负的，也就是能量比较低。听清楚吗？就能量比这个低。啊，书上在解释这句话。那我们来看看这，首先我们看在自旋若对称的话，空间函数是怎么样？是反对称的，这个没有错。哦，自旋对称的话，空间函数是反对称的。那他下面就说哈，空间函数是反对称的，电子会怎么样 ？Stay away，Stay away 什么意思？
就两个电子会分开来。那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，就是说当电子自旋是对称的话，两个电子不能再怎么样，不能在同一个位置，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前面那一章讲过哈，一对电子的自旋如果对称的话，它不能在同一个位置，还记不记得，就是这句话。然后他接着说哈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一个电子就看到什么样，看到原子核电，原子核电荷是带，原子核是带什么电，带正电，对不对哈？所以电子如果看比较多的正电的话，它能量会怎么样，能量会降低。他是用这来解释这个，解释这个符号，解释这个结果。那我问你们哈，这句话对不对？就这个对不对？我现在问你们，这句话这个理由对不对了？你是不是又可以用这个理由来解释这个现象，解释负得金？你们想不想问的问题？好，这句话是来解释说哈，在解释说为什么这边哈能量比它低了。因为这是负号嘛，能量比它低，对不对？这个积分，这个积分是大一点的了哈，所以这个积分是大一点，所以如果是这个的话，这负号，所以能量降低了。它是来解释能量为什么会降低了。那我现在问你们说，这个解释方法对不对啊？有哪些人会告诉我们？我再问你们，你们就想问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就说他说哈，第一个哈。空间波函数要反对称，这没有错的哈，因为自旋对空间波函反对称。第二点就是说，在空间波函数反对称的时候，电子不会在同一个位置的，所以它 stay away 就离开了，相离，好，没有错哈。再过来，那接着说哈，因为它相离，所以一个电，其中一个电子看到怎么样？看到比较多的原子，就看不到另外一个电子。这样知道我讲的意思没有？啊，好，因为它看不到另外电子排出去看。因为它比较离开，它已经离开嘛哈，不在一起嘛哈，所以看到，第二个电子的排出率又比较小，就比较小嘛，所以它看到比较多的原子核的正电了。那我现在问的是说，这句话对不对？这书上这样写对不对了？你们会不会自己做判断？那我现在问你们哈，我们得到这个结论有没有用到原子核？没有用到原子核，所以跟原子核根本扯不上关系。想不想意思？我们推导到这个结论，我们根本完全没有用到原子核的，清楚吗？所以这个结论跟原子核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知道我讲意思哈？所以即使没有原子的话，这一项还是怎么样？还是这样子的。好，这一项是跟原子核是无关的，就要讲意思没有？好，所以这句话是错的结论哈。对，好，即使没有原子核怎么样，也有这一项。我们在推导这一项，根本一点跟原子核一点关系都没有。OK， 有没有问题？好，另外你们书上写了一个这样的公式的。你们都已经抄了哈，对哈，你们身上写的这个公式了哈，啊，其实这个公式就是这个公式的，这个公式哈，因为哈，你如果自旋对称，啊，我们用一个自旋对称的话，这个其实就右边那个结果了，啊，你自己可以带进去就知道了哈。因为你们知道这个等于什么？包底矩阵的点乘，对不对哈？是等于什么样？等于自旋的点乘。对，那还有这两个点乘是什么？还记不记得？还记得我以前给你们一个公式，还记不记得？二分之一什么？还记得？你们告诉我 ，S 平方。减掉 S 一平方减掉 S 二平方，还记不记得？那如果是自旋对称的话，自旋对称的话 ，S 等于多少？我们复习一下哈。若自旋对称 ，S 等于多少？这个。
S 等于多少？一啊。这个呢，自旋反对称 S 等于多少？ S 等于零。你把这两个带进去的话，就一个正一，一个负一，啊，就这个，所以这句话没有什么有点多此一举了，没有必要了哈。啊，其实就是正一，就我们原先的正负一了，对，啊，不必用到这个公式了，对，哈，那这个结论哈，这个结论就产生，就你们书上讲画，你们书上画一个图了哈，我把这个图解释一下了哈，然后你们这边你们注明一下哈，书上这个公式其实就是右边那个公式了 ，OK。啊，你们书上所用的符号是这个规则哈，是这个。啊，你们书上是这样标的哈。啊，你们注明一下哈，中间这个数目是 S 跟 P 就是 L 等于零是 S 是什么 ？L 等于多少？啊 ，L 等于零就是 S，L 等于是 P。这个呢是电子自旋的怎么样？电子自旋的状态数目，左上角啊，对角左上角。MU 哈，啊，就说电子自旋的怎么样？左下电子自旋的状态数目，啊，总自旋的状态数目，啊，所以 S 等于一的话，有几个状态 ？S 若等于一，有几个状态？有三个状态，哦，所以这边三就这样来的。像这条音，这三就是 S 等于一的，这边一是 S 等于多少？这边一是 S 等于多少？S 等于零，好，然后这 J 呢？这是怎么样？总角动量，所以我们来看这图上，书上是这意思哈。两个电子哈，两个电子都在 ES 状态，就基态。那这往上升是为什么往上升？这个左边这个图哈。是不考虑电子交互作用，我写在这边哈。左边这图不考虑这一项，你看，所以这能量等于多少？负的108.8 eV， 你看，好，所以这一条线，啊，你加上这一项以后的电，加上这项以后呢，还记得这差是多少？我们再复习一下。对，这超是34 eV。好，我们算过哈 ，OK， 好，这样知道这个图怎么来的哈。啊，然后在上面呢，在上面要分成什么样？这是 S 等于多少？这 S 等于多少？等于一。这负的是 S 等于多少？等于一。等于一是三还是一？哦，所以三比一要怎么样？来，我们来看，这是哪一个？哦，这条线是反对称的，这条线是对称的。啊，那这条线呢？反对称的，这条线是对称的。这样知道怎么来的哈？啊，那这上面这条线是这个两个是 L 等于一的，这是 L 等于零的，这样清楚了没有？好，就这边了，就是这个 L 等，这是 L 等，这条线是 L 等于一的，这条线是 L 等于零的，这样知道这个图的意思了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哈。